看我去。那咱们先欢迎一下咱们的新员工。真特别高兴你们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啊！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多和我们老员工学习，不管是出餐速度也好，还有我们的服务质量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在这儿学有所成。但是也不光是我们从你们这儿学习，你们从我们这儿学习，对吧？所以我希望我们共同进步，然后让我们一起发展未来的。我觉得多上一会儿学就好。哎，你这都咳嗽几天了，你去医院看看吧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这就是有点反复，不用去医院了，麻烦死了。你先别忙了，先喝口水。谢谢。你这么烫，赶紧去医院去。哎呀，是你手凉。请柬发了吗？什么请柬不请柬？等你去了医院再发。你不行，这马上就要开业了，我这边还有去医院。没地晚，这都几点了？别问你，继续睡。感觉好多了。你都烧得快40度了，你这能这么快好吗？你看你，钱赚到了，但是没有福气消受了。不用激我，既然我决定做的事情，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。我支持你一定要把它做好，我支持你明天这么做。但是今晚，就今晚，我求你好好休息，行吗？行啊。要不然咱们俩一起大伙过日子吧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一起蹦迪，一起去做我们那些没做过的事儿，好吗？夏谷，跟你说话呢，夏谷，你装睡啊？